富家女爱劝傅君孝生心生极度狂，刺七十刀后分尸合影。许多人喜欢在社群网站上分享自己的生活，然而这个举动却可能引来杀机。俄罗斯一名女大生时常将她的奢华生活 PO 上网，导致一位前军校生心生嫉妒，竟持刀刺杀该名富家女并分尸，事后还得意地与尸体自拍传给前女友，残忍行径吓坏众人。根据《太阳报》的报道，俄罗斯的20岁女大生卡扎瑟娃 Anastasia Kuznetseva 在圣彼得堡 St. Petersburg 主修传播媒体，由于家境富裕，他时常造访各知名餐厅，出席派对，并将活动的照片上传到社群网站，在网路上小有名气。然而此举却引发前海军学校学生梅利斯基 Ilya Melitsky 的不满，对卡扎瑟娃的生活极度不已的他，以借钱为名义将他约出来后，持刀狠刺卡扎瑟娃高达70次，造成死者头部、颈部以及四肢等处都是刀伤。卡扎瑟娃断气之后，梅利斯基还残忍将他分尸，并和尸块、满是血迹合影。事后，梅利基斯将自拍的照片传给前女友，同时留下一句威胁意味浓厚的“下一个就是你”，吓得前女友赶紧报警。梅利基斯被捕之后坦诚犯行，并表示因为看不惯卡扎瑟娃炫富的行为，才会痛下杀手。